领略了海派文化韵味，发现城市建设为目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内外游客的认同和喜爱。谢谢大家。我恭喜上海戏剧学院当代书记罗威先生的致辞。所以谢谢旅游局。在此呢，我谨代表上海市文广影视局对罗先生接受邀请担任形象大使表示热烈的祝贺。有请二位坐下来。坐下来。请我们前排的记者稍微的坐下。谢谢大家的合作。拿手机的坐下来。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给足大家拍照的时间。好，我最后倒计五秒，4、3、2、1，谢谢各位摄影师，上台领导和嘉宾要一直保持您灿烂的笑容，这是有难度的。好，同样我开始倒数3、2、1，开始走在台上，谢谢。哎，我也能当评委。小副演，上海话。上海话。西高站就上海话。好呀，好呀。龙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旅游界、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胡歌。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成为上海旅游形象大使，我觉得无上光荣。对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也是极具意义的事情。首先要在这里感谢各位对我的肯定和信任。我生于斯蒋于斯，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我热爱养育我的这座城市。从今天起，我可以作为一座桥梁，一扇窗户，可以通过我让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走进、爱上这个城市，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荣幸。我是一名演员，这十几年来我塑造了很多的角色，但是这些角色大多都限于荧幕，而今天上海旅游形象大使这个新的角色却与我的生活紧密的相连。从今天起，我会时刻牢记上海旅游形象大使这个新的身份，不辱使命，始终保持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我希望通过我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外地朋友在爱上这座城市的同时，也能够爱上这座城里的每一个人。此时此刻，作为旅游形象大使，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四季上海，天天精彩，上海欢迎你。也暗合了你心中对他的期许的话，请把掌声给他。来，他会更忙了，你们支不支持他？支持。所以上海的城市形象，这个林彦在代言这个场景，上海市大家也是觉得非常的欣慰。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事情、所有工作都是跟宣传有关系的，能够成为上海旅游形象大使，我觉得是无上光荣。作为上海人，我觉得我有这份责任，让更多的人，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到更美的上海，让他们走进上海。所以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也是为了上海，也是一个学习自己的城市的文化历史、了解自己的公共的一个过程、一个机会啊。所以不需要代言。好，我们的记者满意了吗？出发证。那我们来看胡歌女士的致辞。对不起，我刚才说过，请举手发言。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过有互动的三点，还有请这位记者，谢谢。
老朱，老朱，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作为一个上海人，作为新任的上海旅游形象大使，您觉得最值得向国内外游客老朱，老朱，推荐的是什么？谢谢。这个一句话说不清楚啊。不清楚，对对对对对。对我来说，我对我这座城市的了解，上海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来的特点。第一，上海是一座非常非常安全的城市，你可以特别放心的在这个城市游玩、观光、生活、学习。第二，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可以在上海里面土壤植根。第三，上海是一座历史结合时尚的城市，每个人都可以在上海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好，我们再有一个请提问。啊，你好。这里来来来，我来。说吧。先介绍一下，我是一个《新民晚报》的记者。我想请问一下，你是怎么理解上海形象大使这个角色？然后，另外，你作为首任形象大使，你觉得压力大吗？谢谢。首先我想，我应该不是首任吧？我好像不是首任。中选的是什么？这个身份是一个全新的身份，我刚才也说了，这个不同于我以往在荧幕上塑造的各种角色。上海旅游形象大使的身份是在台前、台后、荧幕上、荧幕下，时刻要保持这样的身份。所以对我来说，也要让我有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我时时刻刻代表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好。我们这位已经蹲了很久的小伙伴。顾哥你好，我是旅游时报的记者。我想问一下，因为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旅游同行担任这个旅游形象大使，那么你会觉得你自己在跟他们同行相比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自己在做这个大使的时候，你有什么不同，或者是有什么努力的不同的方向？其实我在担任旅游形象大使同时，我也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学生的一个位置。我觉得在向大家推广这座城市的同时，其实我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虽然说我在上海生活了30多年了，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对这座城市的了解还不够深入，还不够全面。所以我也希望在通过推广上海旅游的同时，对我来说也是更好的、更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一个机会和过程。好，我知道，即使是在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也正在进行同步的我们的微博的互动当中。我想问一下，现场有哪位是我们刘局官微的？官微小编对吧？因为我知道刚才说到说有很多在我们之前就有我们的市民、我们的网友提问了，你知道应该有很多问题是吧？在我们的网友问了问题好吗？胡哥你好，那个我们从发布会开始就在微博上一直对今天发布会进行一个直播，然后很多网友都提出不同的问题，然后其中有一位网友就是想了解，如果你在上海的话，经常会去上海的哪些地方，有没有机会见见本人呢？很遗憾，因为工作的关系呢，说实话，在上海要跟我偶遇的机会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呢，我可以推荐几个特别值得去的地方。有可能我会在那里出现如果你特别喜欢一条路的话呢，我可以推荐上海几条特别特色的路思南路，比方说武康路比方说太康路这几条好吧有家路这几条街我觉得都能够代表上海的时代的文化上海人我们的精神都聚集在这几条路上。如果说要感受上海的时尚比方说新天地比方说自家的私房这些地方如果你想感受上海的美景那比方说休闲舞图如果你想感受上海周边的清明的古建筑有几个古镇也可以推荐
比如说朱家角，比如说西门老街啊这些地方。好了，我讲了这么多地方，偶遇的机会不少了。好，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给到大家更多和胡歌互动的机会了，但是刚才说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留局的官方的官微，以及胡歌有自己的这个微博，可以和大家的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我们再次把掌声和祝福。